包了。吃不了，我妈走了。吃你妈吃的。热，反正这。这都是火锅，这也是火锅，可以吃出来椰子鸡，之前也吃到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好吃。下次吃烤鱼啊。行。烤鱼也，本身我是吃烤鱼呢，回头问一下。嗯，这烤鱼也挺好。时间上了。嗯。喝点喝点水。喝点矿泉水吧。嗯。矿泉水不热，刚吃饭吃的热的，都冒汗了。到家里凉快，那个商场人多，人多热。嗯。彤彤明年毕业是吧？对。对，明年都毕业了。大三。嗯。嗯。明年。好好上吧。不好好上学的，到北京以后寸步难行。嗯，是啊，真是。嗯。所以现在给您提供这么好的条件，家里面，是不是？就得好好学，靠知识改变命运。以后你说你没有文化干事儿，我跟你说真的。不像你一共这个年代了，还有点机会，是吧？肯干，说白了还能成。现在你再累也不成，机会没那么多了。嗯。等你毕业了啊，想来北京了，拿衣服给你找找。可以到时候来我这试一试一。对。是吧？在我这学学。对。看看，找个感受感受。嗯。锻炼锻炼，然后再对你干别的有帮助。对呀，可以搞搞销售。嗯、对。嗯，销售要不成，再搞搞售后都行，是吧？再不行，再搞搞修理，跟着你姐夫都行。渠道多多太多了，反正咱们这渠道有。你说你想干什么都行，修车的、卖车的，嗯，对，多锻炼，对你将来有好处。嗯、对，都让你感受。不管你将来干什么，先实习实习，对，让你先吃吃苦，就知道就珍惜将来的工作了。对，嗯。等我毕业了，快毕业了，来你这儿。实习啊，这上上班，我这随时欢迎。嗯，咱们自己家人谁都可以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实习。嗯，然后从结婚报走来住着吧。走，你也住着吧，将军。我不住了，这边咱这边你住着，俺姐夫立马就说走，然后给俺姐夫。路上都说好了嘛，跟我走。嗯，我累了，那明个俩让给俩一块儿走来往上班。明天一早我就早点去上班去。哦，对呀、啊，那你从这上班走。上班从这走行。我得回去收拾东西去、啊，整理东西啊。刚来北京。嗯嗯嗯，行。在我那儿也住过好几次了，也住习惯了。嗯嗯。再喝点水，先明天喝点水。不喝，刚才吃饭喝了不少饮料。俩部长又要还过来玩啊？啊，那等个没课了，放假了，周六了。嗯，就是来了带您转转，先熟悉熟悉北京的地形。啊。你节目不忙，让个节目带你，你节目忙你跟着我。啊、嗯。是不是？直下来就去俺姐夫那儿，俺姐夫忙。是啊，我姐夫可忙，白天咱这车多，有事忙。忙了以后来我这儿。行。我比你姐夫稍微自由一点。这样。嗯，来了带你转转。你给咱姐夫当司机啊？就是啊，行吧。当司机又能练车，又能转悠。就是啊，慢慢把北京的地形先混熟了再说。行。嗯。姨夫，你说话带着开挺好。你新话给你吧。这不要。啊？我不要。给吧。我不要。给你。不。这我这儿没什么好东西，反正我就是这个跟着我好几年了，就是跟着你好几年了，你都是给我了，给吧。你喜欢？不要。你带的是？你带的是？你喜欢了怎么着？就是。我看。嗯。现在带着两块儿。我刚给你那啥，给你转个红包，你大半天给我退了。你给我转钱咋嘞？我有钱儿，可说了，俺妈给我钱儿嘞。我说给你买点到学校买点零食啊，买点水果啊，给你转个红包。不要。就是给你都是拿着吧，不要。嗯，那我给你个红包，我要不我再给你转，你还得给我退了。来，给你给现金，给现金。给衣服，你拿了好几年了。不是我再忙了，不是你看。拿吧。不。这个我不是那啥么，那你回到学校了那个你看看衣。对，给你拿吧。拿吧。刚才你拿这个你也拿着。你从中也省钱，也不乱花钱。拿着吧，咱一给你个红包。就是、啊，你不花的话攒着是吧？对，攒着，我下次来北京拿着给你买点。对，来咱来的时候，这多好。对，来的时候咱给你买点东西多好。哦，对，就是大了，现在大了，懂事了。啊，嗯，
你看这植物给你买点水果点来了。哎呀，我是李哥，你还是黑呀？等你才家对，咱俩不能挣钱了。挣钱了，就是等我们老了，嗯、知道去知道该看看了。老给你买大饼干一包，给你买大口酥。行。大饼干。嗯。